昨天讲到这个第六哈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即不舍一切菩萨事业。如果舍离菩萨所修事业，也不能够利益众生，所以呢，行持菩萨事业很是不舍离，既能够利益众生，是真法供养。菩萨行六度万行呢，就是做真法供养。 其实不舍菩提心供养，即常不舍离大菩提心，离世间品中有十种退世菩提心，所谓舍菩提心，行诸善法，魔所摄持。啊，这里说的很清楚啊，舍了舍菩提心呢，行行一切善法呀，魔所摄持。这句话很重要。文殊章中说。 即使片刻舍利菩提心，也不能利了众生，因为菩萨为利为求利了众生，而请求无上菩提。若无众生，皆菩萨不成正觉。善男子，因这样认识法供养，则做到了供养如来，并非以世间财宝饮食名为供养。所以我们自己呢，要呵斥下劣啊，就是只是对那个。 小乘的人、智力的，或者是人天道的这种供养啊，我们要呵斥这种下列文殊章说：菩萨有四种法，具住圆满，修真供养一切如来。哪四种呢？一者以法供养，二者修行诸行，乃至如说能行，如行能说。呃，九者常识。 便修心无疲怨，使者常不舍离大菩提心。如果菩萨具足具此十法，则能够成就供养如来，并非以供养财宝、饮食、衣服等成为真供养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来恭敬尊重法故，又如孝子尊重父母，孝承顺父母颜色，心无片刻舍离。 如果有人尊敬其父母，孝子倍加尊重此人。诸佛也是如此。如果众生供养正法，是真正做到了供养如来。以如来尊重正法故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要要抓住关键，啊，就是用正法来对治烦恼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供养如来。所谓的供养正法，就是行持正法。 啊，吧？寻持正法，也就是用法来对治烦恼，不是把正法读一遍，或者念一遍，或者供起来，那怎么？那个不是供养正法啊！供养正法是把法用到自己的心上，解决自己乃至所有众生的无名颠倒啊，用到自己身上，或者来帮助众生，让众生领会到、学会、教会众生，这个也是真正的法供养。 啊，教会众生要怎么用这个法，啊，你有一个法，你不会用，那等于零，没有用。这个法，你这念诵，你不会使用，不会啊转念，不会用来对治烦恼的话，就是这个法就是没用的法，就再好也没有用啊。就像这个锁在保险柜,柜里的钱一样的，它是有钱，那你拿不出来啊，不能拿去流通，不能拿去购物，这个钱也等于是没用啊。虽然是属于在你的名下。 也是没有用。总之，因为法供养顺乎佛心，因此呢，成为最殊胜的供养。在很多人眼里，供养诸佛和利他毫不相干，他不了知利他正合乎佛的心愿，是上等的供养。啊，就是帮助众生呢，解决生活问题啊，啊，这个都是很低层次的啊一个供养。 这跟供养拿钱供养佛是一样的，呃，如果我们教会了众生怎么修行，那才是真正的法供养，啊，真正的上等的供养。有些人一边损害众生，一边又供养诸佛，这样不合乎佛性，嗯、呃，并不能够令诸佛欢喜，嗯、呃，其实众生就是诸佛，嗯、呃，以我常讲众生就是佛呀，帮助他修行，嗯、呃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上等供养。 这个人言经上，阿难在世尊前说：“愿经得果成宝王，还度如是恒沙众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示正名为报佛恩。父亲世尊为证明，无作恶事，事先入。如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泥环。啊，这个我们以前在庙里面上早晚殿的时候，天天背、嗯、也挺好。 但是呢，和念很多的念是念的，只是背诵一下，没有没有发自内心的这么想，所以说呢，回到生活当中反还是一个反复，很难的哈。就是人的转变观念是很难的，是男众和女众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。男众的男众的知见重，女众的习气重。男众啊，他这个思想观念知见比较难改，嗯，那男众一旦知见上改了，那么他。 除习气对他来说就容易一些。那女众呢，本来就没什么支剑，所以说他就习气重。那当然，你这样也也有一个好处，嗯，女众她没有支剑，所以说呢，她邪剑也不重，相对来说遇到好的师傅的话，那她形成正正剑反而也容易一些。这个男众无始劫来呀、啊，他都是，嗯，就喜欢跟邪魔外道打交道，他那个邪剑都、就是支剑特别重。 也就是说，手知障比较重，知见很难改。如果一个难重知见不重的话，哈，那他就是成就就快的、嗯。我遇到很多，就根基稍微好一点的，他这个自我、自我的那个知见就很重。啊、嗯，你看我碰到根基稍微好一点的，他都不都是就不要师傅了，就自己学啊，谁都看不上，嗯、不拜师。 慢性大，然后自己在佛经上看一点，然后就自以为是在那里。我说，我看到这样的人太多了，男众啊，女众几乎没有这样的，很少很少啊。男众这样的特别多，他自己又没什么功德，也没有什么修行，然后他就是先入为主的自见特别强啊。那佛经，因为他没有系统的学习啊，他自己理解的那个佛经都是歪掉，都是歪曲的啊，都是自以为是的那种自见。 嗯、啊，他以为他的自见是对的，其实都是他自己的个人自见。这样的人仗道很深呐、啊，这样就遇到再大的主师、再好的师傅都很难转变的。啊，因为他的我慢心太大，没没有办法，就是很难很难这样的。这样的人太难，太难教化了。啊，他是刚，真的是刚强难化。女人呢，就是这个情执重，是吧？习气重，啊，这相对而言的哈。啊 嗯，资箭方面，嗯、呃，遇到好的时候呢，就是反而不容易走外道。那个女众，但也有倒霉的，嗯，时候，她没没遇到好的时候呢，她也容易被邪魔外道给射手了。嗯、呃，因为她没有什么自己的资金，她很容易遇到什么就相信什么。嗯、呃，所以那个你看那学法轮功的人大部分都是女的，嗯，比男众还多。那末法时代也是学佛的也是女众多。 他们容易信，但是呢，修起来就是业习重。嗯，这个习气重呢，就是这样的哈。知道明明知道是，就是不想做，就是、不想改。好，他们就较量功德。善男子，如前供养无量功德，比法供养一念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俱之那由他分，伽罗分、算分、数分、玉分。 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，那男子前面财供养的无量功德与法供养的一念功德相比啊，啊不及他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，乃至百千俱之奈有他分之一，伽罗分之一，算数分之一，欲分之一，优婆尼沙陀分之一，以此显出法供养的殊胜。 据之，那由他都是大数字。加罗分是把人生的一根毫毛细为一百分。优婆尼沙陀分意为尽少分，是把大块碎为微尘的数量。啊，这个优婆尼沙陀是最大的一个比喻，就是法供养书生的原因，何以故？以诸如来尊重法故。 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，若诸菩萨行法供养，则得成就供养如来。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。为什么法供养更超胜呢？因为如来尊重法的缘故，由如说修行出生诸佛的缘故。如果菩萨行法供养，则能成就供养如来。这种修行是真供养的缘故。 问说：“广修供养时提到的供养物都是香花灯烛等，这是财供养还是法供养？若是财供养，则远不及法供养，只能说是大愿王呢。”下面用这个公案来解答：一次，佛吩咐善德长者去维摩诘家问病。善德为难地说：“我不堪去问病。”并自言自语道：“以前我在父亲家做大布施供养，当时一切沙门。” 婆罗门外道、贫困户、下贱者及孤独者、乞丐等等，嗯，只做这个无遮布施大会啊，经过七天布施圆满。嗯、呃，维摩诘大师过来对我说：“布施大会不是不应该是你这种做法，你应该做法师大会，何必操办财事大会？”我问居士：“什么是法师大会呢？”他说：“法师大会就是无前无后，一世供养一切众生。” 也就是，以菩提起于慈心，以救众生去大悲心，以持正法起于喜心，以摄智慧心与舍心。啊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以色千贪其不施度，以化犯戒其持戒度，以无我法其安忍度。 以离身心相起精进度，以菩提相起禅定度，以一切智起波若度，啊，这是行菩提心六波罗蜜多，这才是法师大会，啊！他又下结论说：“善男子，这这叫做法师大会。若菩萨注意是法师大会，他就是大施主啊，是一切世界的福田啊。我听了心得清净，叹为稀有。” 顶礼后，写下贵重的璎珞供养大师，大师不受。我再次祈求大师收下，大师收接收了，分作两份，一份供养大会中下贱的乞丐，一份供养最尊贵的南圣如来。大众共同见到光明国土的南圣如来，璎珞现于如来手中，变为四柱宝台，四面装饰耀眼，不相障蔽。 大师视线审辩后说：“施主若以平等心布施下贱乞丐等同供养如来福田，没有优劣之别，大悲平等，不求果报，这叫做具足法师。啊，这就是法师啊，平等性。由此可知，不离财师而行法师的内涵。啊，你有智慧的话，这个财师就变成法师了。” 如果你行布施的时候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这不就是法师了吗？啊，这就是法布施啊啊！如果有空性慧来做财布施，这也是法师。公案》里维摩诘是布施者，乞丐和男生如来是受施者。维摩诘供养璎珞时，心地宽广平,平等，没有高下人我的分别啊，平等智慧相应思想。 哎，这空性会，大悲无爱随缘啊，大悲心，悲智双运，施而无失，度而无度，大师教导，善德能如是而行，才是技术法师啊！啊，你讲的多好，那我们就这么做呗啊！你要是想让自己做到，就打坐的时候就这么观想，观想自己面对这个自己不喜欢的人、乞丐、下贱者，你都能够像供养佛一样去给他们做布施。 是吧？你自己这么观想，啊，就修这个平等性，观想三人体空的布施，对吧？嗯、哎，然后呢，对众生生起大悲心来，啊，愿他们早日成佛。这样的话，时而无失，度而无度、啊。打坐的时候要这样，尽量的去观想，然后到生活当中做实际做的时候，你慢慢的就可以做到了。啊，现在我们我们只能在打坐的时候这样想，观想自己这样做布施。 这样是进步最快的啊！一定要静坐的时候观想啊，因为静下心来坐在那里，哎，这个心念集中来观想，那个心那个力量是很大的。所以说，你们为什么叫你们要观察修？它、啊，打坐的时候随文入观，观，这就是，呃，如理作义。打坐的时候尽量的这样去如理作意观想破我执，然后呢，修平等心，修慈悲心。 然后布施，观想自己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布施出去，哎、呃，不断的这样观，观到哎成熟的时候，最后你真的要把那个东西布施出去啊！你不是布施了半天还是捏在手里也不行，嗯，最后等你舍出去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没有挂、啊。那现在叫你舍出去，可能你很勉强的舍出去了，对吧？刚舍出去回去就后悔了，或者晚上悔得都睡不着觉。 那我们刚开始学布施就是这样，很痛苦布施的时候，特别是你喜欢的东西要是没了，被人家拿走了，那你就是很痛苦。这个是强行布施啊，是吧？说不定是哪个菩萨给你拿走了啊？你看你舍得舍不得？你要是自己布施的，你还觉得嗯好一点；要是有人把你拿走了，你特别是你要是喜欢的东西，你肯定心里难受啊。 舍不得呀？为什么？你现在没舍出去啊？如果你现在没舍出去的东西，如果有人把你强行的给你布施了，你是不是生气啊？会生气啊？很难受啊！其实真是这样的。你要修解脱道，你还有还还有一些如果舍不得的东西攥在手里，那你怎么可能解脱生死嘛？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对吧？你死了都还捏着它。 嗯，死了都不放过他那个财物，那守着他，啊，那过去我们看过这个解脱道里，中士道里面有这个故事嘛，啊，有一个人为了舍就守着守住自己的那个金子黄金嘛，就变成一条蛇，守了好几百世了，是吧？一直守着那个自己的金子，他把那个自己赚来的钱做成金瓶子，就特别的喜欢啊，然后就好像做了七个对，开始是想舍一个，都很难。 一个都舍不得啊！死了以后又守着那个金瓶，守了好多好多世，几百世，啊，都是都都脱不了那个蛇身的啊！他为什么变成蛇呀？啊，就是他就是蛇可能别人会怕啊，所以要是拿着他的瓶子，他就咬别人，多可怜！众生的贪心真的是很难的，所以说布施是很难的事情啊！但是真舍了，你才能你才能解脱啊！啊，你看你看佛菩萨们。 为了度众生，身体啊，自己的身体都要舍给众生了，无数次的舍，头目脑髓都要舍掉，这一点点身外之物都舍不掉，是吧？怎么能够成就呢？是很难的哈！就布施，你看要想解脱生死，你这辈子想去极乐世界，是吧？你这些东西都舍不掉，你要想去极乐世界，那绝对不可能。不要说这点财物了，你全部的东西都布施掉，嗯、呃。 你怕没饭吃吗？是不是？你要是给你布施完了，师傅也会养着你，你怕什么呀？是不是？过去的出家人，今天的饭都不能够留到明天吃。代表你今天讨要的饭比较多，你必须分给其他的人。代表你看到好吃的就藏起来，是吧？这里藏一点，那里藏一点，那你还出什么家？那过去的出家人，今天讨了多，就得分给别人。 自己吃够吃就用就行了，然后晚上的时候要把碗碗盖上，啊，第二天再出去再讨新的，这也是修无常，也是去贪心，是吧？要是你连着三三五天都讨到很多好吃的完了，是吧？你给藏在那里都都坏掉了，都舍不得吃，啊，给烂的肯定会发臭啊，时间久了，很多人世间就很多这样的人啊，好吃的东西藏起来最后发臭，臭了才扔掉，一般都是这样。 哎，你过去那，我记得改革开放的时候，八十年代，那些当官的人家里的水果呀很多啊，他吃不完呢，吃不完他也不会舍交给送给别人，他都是等烂了就扔掉，所以他家里门口很多烂水果，嗯，这个贪心呢，这不去的话真的很难，贪心不去，这个福报就太难长了啊，这个、福报就太差了，天坛就是没福报。 这辈子要是再不做点布施，下辈子就真的要做乞丐了，啊！你这辈子都穷成这样子了，你还不布施，是吧、啊？你下辈子不做乞丐才怪了，啊！做乞丐做恶鬼，你不知道，你还你还不觉察到，真是这样的，越穷越要去布施啊，啊！否则的话，你这下辈子真要做乞丐啊，啊！穷的就，哎、呃。 血汗钱都被人家剥削掉，你的血汗钱人家都不给你，啊，为什么过去很多农奴隶啊，是吧，农奴啊，其、就、实、是、这个都是因果呀、啊，啊，因为他太贪了，那上辈子欠了太多的债，所以这辈子做奴隶还，其实这都是有因果的，啊，不是说啊这个农奴不好啊，这个、农奴制不对是吧，所、就、以是要要消灭要平等。 这人能平等吗？人的是吧？有些人都有大福报，有些人就是就是没福报的人，他能在一起吃大锅饭，那那是不现实。这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啊！你看那个守善财童子是吧？生下来家里面七宝都涌出来。现在你看那些农村里的人呢、啊，都这本是因为是拆迁房子啊，或者是因为某种原因发了财呀、啊。 太多了，现在中国这种有钱的穷人特别多，啊，有钱都不知道怎么花，并且非常的健谈，其实这都是害他呀。这样的人有了钱以后，最后都是死了以后都是都是要下去的，因为他那个钱到时候肯定都是会变坏的，啊，花的钱都是都不是干什么好事，嗯，赌博呀，是吧？就是吃喝玩乐呀，最后都是造业。 没有德行的人，有了福就是肯定是堕落、啊，堕落的快、啊。所以有啊、呃，这个没有福没有德的人是是很麻烦的。啊、呃，德不配位嘛，就是啊、呃，就是他这样的德不应该有这样的福，那他就完了。嗯、呃，所以有些人道场里，有些时候，有些时候虽然是假慈悲哈，慈悲是慈悲。 但是有些时候还是要讲因果，啊，因因果是更重要的。我们慈悲心不能够完全违背因果，慈悲呢太过超，有些人他这个福报太薄了，他是需要布施，但是你要培养他的福报，啊，让他做事啊，或者让他去修布施啊，啊，你光他光受光接受你的供养，接受你的布施，然后呢，呃，他自己不去学的布施的话，这样的人肯定是忘恩负义的人。 啊啊！你你供养他好几年，啊！你就是让你帮他十件事，第十一件事情他又来求你帮的时候，你可能没帮他，他就开始恨你。这样的人，你还能还能帮吗？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不能帮啊！忘恩负义的人，你帮他就是害他，你害他就是害自己啊，知道吧？因为利益众生就是利益众生受益，我们也受益。众生你害众生，事实上就是害自己，这是肯定的。 众生下堕，你你成佛的时间就往后拖延了，这是肯定的啊。就是我们利益众生也利，你要真正的利益到他，嗯，啊，利益众生不能只看在眼前。当然，眼前他要饿死了，你当然或者他得了重重病，你当然要救他。但是呢，他好了，我们要让他积福，从德性上培养他先。啊、嗯，先教他修修德呀，然后这这个、呃、福不能太大呀。 不能太享福啊！人要先修德，有了德以后，哎，更要惜福，啊，福报要惜啊，嗯、哎，这样的话，就这样慢慢就好办了啊。有一有德，福报要少用；有福报要,要珍惜。这样的话呢，然后修解脱道的时候呢，才会有人供养你啊，才有福报修啊。 否则的话，你哪里有福报修解脱道啊？是吧？你到时候你想出家都没福报，出不了家。这样的人很多的，啊，就是有有一点出离心，但是人天上道做的太差了，福报不够也出不了家。啊，他会被家那些冤亲债主缠着，你想出家没门，是不是？嗯，你欠很多债，或者是你自己也舍不掉，那就冤亲债主给你拖着你。嗯，虽然有点出离心，但是出不了家。 这样的人也很多的，眼睛在走，在想办法拖住你啊，嗯，没办法，就是很难过。你出又想出家又不行，就又又不行啊、嗯。你那个业债在那里，你自己出家你心也不安，嗯，不出家吧你心里又难受，又想出家，这样。这样的人很多，末法时代福报不够啊，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更是要。 惭愧心啊，多修福，多修德，还是这个德性不够。昨天不是说吗？德和道要统一的，是不是？啊？你修什么样的道，你就配配一配相应的德。你修解脱道，你得有相应配这个相应的这个解脱的德性。这个德性不够，你就你就修不了解脱道。你要行菩萨道也是这样的。啊，你菩萨的那个德性不够，你菩萨的道你也成不了，修不出来。啊。 这先有德，你看我这个六度里面，先是布施、持戒、安忍，然后是禅定、智慧，是不是？就是先要修德，最后是道。道就是禅定和智慧，就是道了，是吧？所以干什么都要德，德上去了，那个道自然就就可以修好修了。啊，道和德它是体和用嘛，啊，是吧？道德是一体的，啊，离开了德就没有道。 那个道是空的道，啊，那是嘴巴讲讲的没用。哎，很多人就讲的很好，道讲的很好，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啊？就他的德性太差，啊，基础太差，连人道都没修好。这个做人的德性都不够，啊，人天善道的这个德，这个德性都不够。人家修解脱道，他就没福报，了，修不了。啊，虽然有出离心，他都修修很难修。啊，嗯，有些时候我们碰到，啊，有些前世的人。 前世的冤亲债主欠的他太多了，是吧？你想出家你也做不到，因为你欠他太多了。你想到他，你就没办法去出家修行。欠他的太多，你债主逼在那里，你想你放得下吗？你也放不下。你作为一个正常人，来说你欠了很多债，啊，你心里面就能够啊过得去吗？啊，你这个债不还，你想解脱吗？嗯，我看很难了、啊，是吧？ 就是说，我们做一个正常人，要欠了别人的东西，我们肯定是要还的。那种没心没肺的人，我们就不知道了哈。哪有说不还债的，是吧？有债都不想还的人，你说这什么人？这人都不够格，那肯定是恶鬼道了。嗯，是吧？正常人肯定有钱有有债，肯定是要一定是想着，虽然可能暂时还不了，但是你心里面是哪怕下辈子，人家说下辈子做牛做马也得还你。那有些时候。 他的命不长啊，是吧？到临终的时候，他就会想啊，我还欠你什么？我下辈子还啊？这心才能死的死得下去啊？否则死不下去啊，都要讲一下给那个债主啊，才才死得下去。那下辈子真的做牛做马还，了，真的要还的啊？这个才是这才是因果啊！你不想还的人，那你麻烦了。那个时候就是逼着你还了，那就做下做真的做牛做马了。 如果你想还的话，你下辈子可能就做做他的家里的仆人啊，是吧？或者是做他的儿女啊，去还债。嗯，这个是想还的人；不想还的人就做牛做马。嗯，做牛做马你不还也得还，是吧？你变成牛啊马你，嗯，帮他家干活。啊、嗯，给你给你点草吃就不错了。啊、嗯，这还债啊、嗯，这个就是这个、就是因果，就是这样的。 啊，不想还的人就是这样啊，想还的人还有资格做人吗？不想还的人就没资格做人啊！大家关键要认识不平等心是哪种状态。不平等是指最初心中起了优劣等的分别啊，不平等受分别心的驱使，面对各种高低的对境的时候，心就。 表现为不平等，对上等的敬，毕竟毕恭毕敬；对下等敬轻慢鄙视，心态上有轻有重，早已嗯不平了。在这样的心态中做财布施，心不相应于法，故不是法布施。相反，内心不生高下分别，对任何人都是一颗平等心，布施众生和供养佛的态度一样，这就是安住平等心行布施，心与法相应，所以是法布施。 由以上的举例类推就知道，普贤供身妙观修即是财供啊。这里说了身妙观修是吧？要做身妙的观修，也是殊胜的法供，因为能供之因是普贤行愿力，以甚深性解力的缘故啊。圭峰大师说：若按前文所说，观行如说而行。 这是如说修行，修观行时，有利益众生、摄受众生等的善心，即是法供养。你打坐观修的时候，有什么样的心啊？有利益众生、摄受众生等的善心，这样的话就是法供养。问：善德以何过失遭到维摩诘的呵斥？答： 善德布施有局限，只在父亲宅舍处所有限；只布施七人对象有限；只布施七天时间有限；财师有限，法师无穷。财师得世间宝，法师得出世出世间宝。因此呢，遭到大师的呵斥。大师呵斥他，他还惭愧了啊，对吧、啊？你过去可以呵斥，现在你呵斥的不行，你呵斥他他就跟你。 跟你对着干，现在人很难呵斥。现在墨法时代众生太差啊，你没办法呵斥，只能哄着。意思是说，嗯，只做有限量的、仅得世间火爆的才不是。太没出息了。嗯，法布施以法相应，才是超越数量、能超世间的大布施。应当行这样的布施。 啊，我们呢修行就是布施，在末法时代啊，你要是如说修行啊，如法修行，就是法布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修的时候，其他的道友乃至其他的众生都会受益的。啊，他们看到你的修行，生一念善心，生一念惭愧心，哪怕你什么都不说，嗯、啊，你看现在有修行的人，你看那个本焕了好像是吧？嗯，一一百多岁了，嗯、啊，然后呢？ 坐在庙里面，他也不用出去，每年都有无数的人来供养他，啊，为什么？他就坐那里，他就是法布施，他都不用说法，啊，他想我这个老和尚不得了是吧？修行很好，啊，天天供养他，他接受人家的供养，他都不说话，都是法布施，为什么？他就他坐那里就是法呀、啊，是吧？你看这修行到一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。 哪怕就是坐那里，给众生种福田，也是法布施，是吧？所以你看出家多好，你要出家活到一百岁，你坐那里就法布施啊，你给众生种福田，然后众生都增长福报，你也你自己也增长，因为你就关修菩提心就行了，是吧？他们供养，你关给他们加持一下，是吧？然后你自己关修菩提心，哎，你就是最好的法布施。 这个总结无尽哈，使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共乃尽。那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是供养。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生灭业无有疲厌。心性呢，大而无外，无始无终，整个虚空世界就是一念心现前的。为什么不以吩咐万行、荣耀众德、庄严自己的心地呢？ 就是用这个哈、啊，吩咐万行，荣耀众德，庄严自己的心地，啊，我们说庄严佛净土啊，就是你自己的净土啊。佛净土不是你自己的净土吗？你就是佛呀，啊，庄严佛净土啊。每个生命都应该觉醒，自信是如此的广大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又如此造能造万法，能现万德，为什么不自甘自甘埋没啊，令生命暗淡萎缩呢？ 为什么甘愿具恒沙性德的法身，多以生死迷乱不已呢？因此，有觉悟的人应发大心，求证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。而而要证入，就不可不发起佛指最广大的普贤心愿。只有依仗称合本性的普贤心愿，才能还归法界。这是生命最甘畅、最开展的心愿。没有佛语的加持，我们梦想不到啊！ 啊、呃，一个身高不过两米的人，竟能发出周遍尘刹、尽未来及行持菩提行海的大愿望。我们只有从内心里发起普贤大愿，生命才会拓展到无限的宽广。嗯、呃，也才会知道生命的境界是如此的不可思议。 啊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啊这个世间的小人一样，啊，汲汲营营啊。我们心性本来就广大无边呐，多好啊，是吧？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有信，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，哎、呃，就深信不疑，就这么去做呗，是吧？这个信心在就在这个地方。你看，同样是听一遍这样的话，信心好的人在身上留下来那种愿力啊，嗯、呃，就跟你一个不信的人就完全不一样。 啊，听他就完听到心里面去了，当时就可以转很多也信心好的人，因为他听了就是完全相信啊，是吧？就是十分相信的人跟一分相信、两分相信的人，那就得到的果报是完全不一样。有些人就完全不信了，啊，或者是听了根本就不相信，因为他不懂啊。他这虽然佛菩萨，他信佛菩萨，但是这么高深的道理，他听不懂，他也不信。听不懂，他当然不信。 所以有些人虽然信佛，但是佛讲的法他还是不信啊，还是没办法信进去，所以就很难了这个信心也不是那么容易啊。其实还是不是真信佛？如果真的对佛菩萨的信有有绝对的信心的话，那佛讲的每句话他都深信不疑啊。虽然不懂我也信，啊，那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搞懂，这就不一样了。你要先的深信不疑的话，你很容易就懂了。 嗯，你信心不够就很难懂。对，这个也是相辅相成的。我经常讲，你信心够的话，你就你这个开智慧就快。嗯，有些人是从理入的，有些人从信入的，啊，从这个信心入进去开智慧。有些人从道理入，你一定要把道理讲清楚他才行。嗯，你道理没讲清楚我不信，嗯，佛我也不信啊。他是这样的人，他只信理，他不信佛。啊，当然了，这个理达到了。 啊，极致，那就是佛误导的那个啊道理，所以呢，有些人是信信理不信佛，啊，那这样的人你道理不讲清楚他是不行的，啊，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这个道理不是一下能讲清楚，啊，他只能只能理解到比较肤浅的道理，啊，然后他去修，修了以后再跟他讲深一点的道理，哎，这个都慢慢来了，这种人读起来就慢啊，如果这个理理解的快，信心又好的人啊，然后。 这个思维、逻辑思维能力又强的人，这样的人就成就就快了。这样的是有三根深厚的人啊，信心和这个理解能力都强大的人，那就基本上是再来人了。